来，今天二把刀厨师来做一个肉炒，这是胡萝卜，还有包菜，里边可能还有些豆角。首先，这个锅里加点油，然后开火，然后先把肉爆炒一下，这里边有花椒、八椒，有些辣子、葱跟生姜，还有什么？就是等下油烧熟了，先放进去炝下锅，然后把肉爆炒一下。稍微等一下，首先声明啊，本人不是专业厨师，而且也不会做菜，反正是这样做熟了也能吃。盐，等下，油烧熟了就可以放了。看油现在冒烟了。不知道这上面能不能看见冒烟？这是生葱少放一点点吧，因为这个菜其实不适合放带颜色的东西。肉基本上变颜色了，差不多了。这四个就是我们的正常花肉，做了些调整。
然后把这个胡萝卜先倒进去，因为这个这里边还没豆角，因为这个炒的时间长一点，这个太热了难熟。我把这个包菜什么的倒进去，哇，这一锅原来太多了。
锅盖稍微捂一下。捂个2分钟吧。现在好了，可以了。现在关火就，其实放点盐就行了。你要放味精啊什么，那你放就放。现在很多说是为了健康，可以不，直接不放味精了，就是炒熟了再放就行。看看这个菜的颜值怎么样，觉得好吃的话下次带啤酒过来咱们一起吃啊。谢谢大家，喜欢的话欢迎订阅点赞转发，谢谢，拜拜。